一辆位提到去到这往来站来采收着往来，伊这车顶一箱，搁一箱往来是三箱工业可能个往来，即回员工对话禁止台湾往来来进口，和台湾的往来拍开加济通路。就连在这期间嘛，小林刷来做人工和往来三级到现在销售维持着平稳。为了感谢去到人工的往来支持台湾的往来，市场专程到这三箱来当面来说道谢。市场嘛强调讲，台湾的往来收成超过七成咯，而去到人工甲各种的管道去销售。台南的往来销售未受影响，伊只个人变成了老主顾，每年往来销售应该免伤过烦恼。现在当然不是自己吃的吃不完了，一定要是送给客户、送给员工、送给我们外地的亲朋好友。安尼，因家人知影讲哦，原来咱三兄的甜蜜蜜，这尼啊好啊，所以哦，一事成主顾。那讲不怕货比货，只怕不是货。那怎么样怕不是货？你就是把它送给他吃。或是推销到他的县市去，他也买起来说，台南的往来真好哦，下回就是家己主动来买，免咱销啊。伊这回三乡工业区有超过二十间企业连购着2000箱的往来，企业代表更加当场来加码，搁购买100箱来送给支付团队，为了着因往来产销的心得。100箱，这个往来吼，来送给咱这个市政府这个这个同仁吼，会当。享受到讲，今仔伊会当体验着讲咱三上区的甜蜜蜜啊！伊今仔日咧去甲林勇着三上往来活动，所有林果厂商人到场甲市区来合影，大家用实际行动去启动，又何带来的往来好滋味，何家一人来知影？今天新闻台以下三上采访报道。